我们这边的凤梨啊，是原生种的二号啊跟三号的凤梨，它会有具备有酸味跟甜味，这样的话做出来的那个果干才会有香跟酸跟甜的味道，这样才好吃。如果酸今天当天采下的话，晚上就会直接送到工厂，然后隔天工厂就会开始进入制程，完全不添加任何东西。对，就是凤梨的原味这样子。像这种 size 的凤梨啊，切片之后啊，只能做五片，因为低温烘焙它吃起来的口感啊比较软，然后水分也会保持，不会像一般采用高温的话吃起来就硬硬的。他们要求很严格哦，不能使用农药，所以这样吃起来才是最天然最安心的。